这是首歌，我看出来了。咱们可以把它唱出来。预备，走，找点空闲，找点时间，领着大麦，把节操剪剪。对对 ，OK， 现授予 MIC 男团节操就饭吃的奖，特发此证以资鼓励。对，节操就是饭吃的，对，就说明我们很没有节操，也就是刚刚这首歌就体现出来啊。我说为什么刚才那个饭饭多啊？对，就是饭吃了嘛。对，看来我们吃了自己挺多的节操。对对对对，所以谢谢音乐大来宾，谢谢。对，我们会把这个不要节操的这个像事业进行到底的，对，进行到底。林俊杰、周笔畅、王栎鑫、MIC， 祝音乐大来宾四周岁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，生日快乐。Happy birthday！ 亲妈出品，粉丝专属。想要看到最有爱的明星访谈互动节目，就请锁定音乐大来宾第三季，精彩佳音，敬请期待。